在单纯的物象中，艺术家赋予敏锐的情感思考和自我的沉淀安置。陈一芬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美术创作硕士，热衷水墨创作20余年，在当代绘画艺术中独树一帜，展现强烈的内在涵养与风格。他钻研水墨技法，融合创作实验的体悟与心得，以中国传统山水为根骨，延续水墨后裔静造的精神，运用多元媒材及丰富的色彩和线条，将独特的皱褶皴法开枝散叶，为宇宙生命记录星象风景和人间絮语。展出的作品描绘岁月流动的更迭绵延，演绎内在星象，借单纯黑白墨色传达生命起伏的艰难晦涩与人间的孤独行旅，墨黑的交叠纵横蕴藏人类无所终止的追求与回忆，点线面的皱叉是时光的足迹，也是自我抒发的内在渴望，混沌阴阳在时空的变异中，点的停住，线的延长，面的联系，丰富多元的面向与思考，通过艺术的想象，让传统与现代自然接轨。陈一芬的水墨创作，将创作对象进行解构后，再依照自己独特的觉知与沉思，重构后创作出风格一新的艺术作品，呈现司徒失明的祈愿和自我沉淀。时方新闻记者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。